我係琴晚 send 咗個 email 去 book 咗玩呢個 zipline， 但係唔知佢會唔會覆我哋。我哋可能等佢覆，可能會 walk in。我依家準備去食午餐，但係食午餐之前 ，crap check， keep company， 純素鞋，非常襟著，著咗勁耐，呢、這個邊位係冇爆嘅。午餐環節。今日嚟到位於 Kmart 對面嘅 Mescladors Veggie Burger 蘑菇 Burger， 但係唔知邊個打邊個。薯條呢、這個蘑菇包超好味。頭先嘅 Mescladors 係超級肥、超級好味，好白。我係準備去玩 Zipline， 琴晚 send 咗 email， 但係佢話收唔到。於是今日 walk in， 跟住佢話三點先有。於是依家趁呢個時間就去買翻個相機 filter， 因為琴日唔小心撞爆咗。完。係一個端拎住兩端。filter 行動失敗，佢係得58mm 嘅啫。行程嘅焦點。ZIPLINE 剛剛玩完Guam， 有少少偏貴，但係幾好玩，同埋有啲 dude 幫你影相。景點環節，我哋去緊呢個 Two Lovers Point， 傳說話有靚景同埋日落睇。下午茶環節。我哋買咗個椰子，飲完椰青之後咧，依家俾多$1呢個 dude 咧，佢就會幫我哋整呢一個嘅 coconut sashimi， 係加豉油食嘅。椰子刺身，呢個豉油椰子刺身聽落好奇怪，但係又幾好味喎！以後翻屋企都可以試下咁樣整。晚餐環節 part one， 喺呢個 Tea Gallery 啊巴士站入邊有間 cafe， 有少量菜食物三文治。晚餐環節 vegetarian 三文治有芝士嘅水果盒繼續食三角形壽司，洋葱湯。不错，不错。